一个城市可以冇咗 ICAC， 定可以冇咗警察？时间同形势对我哋警方好不利，我唔可以俾班反知道，我哋因为佢会反转香港。香港系唔容许有挟持警察嘅事件发生，一次都唔可以。Tier One response， 你大胆啊！呢个好可能系属于我哋时代嘅水门事件。一手抽出幕后黑手，捣破警队大阴谋，系咪觉得自己有本事？件事系好严重。你都认为我公器私用啊？如果担心你嘅情绪影响咗，我问你系定唔系？非常时期，用非常嘅方法。